中央节就要来到，中华各乡镇市拢咧发放中央礼金，但是福兴乡除了有礼金，搁送予每一位士大一碗猪脚面线，希望为因添福寿，好士大食了拢会当健康食饱哩。领完中央礼金之后，每一位士大搁会当摕到一碗公所为因准备的猪脚面线，为着要让士大拢会当活得健康。公所甲村长特别准备猪脚面线来送予士大食。今日呢是咱镇平村的伫咧发重阳礼金，甲公所的猪脚面线。伫阮辈呢八年外前上任了，就发觉着公所呢财政较困难，而且呢伫前个乡长呢嘛曾经发过一届，就毋捌发。所以呢我才甲即个65岁提升到70岁，陆陆续续。逐年都发，毋是为着选举才发。我才会去遐想着讲，无用这猪脚面线，65岁开始，就有社区甲村长呢共同吼，来煮这猪脚面线，或者是大招收。我感觉这非常的有意义啦。应该中华县来讲，差不多尔，福兴乡有咧办这個，佫已经办第8年啊。这感觉大家也有钱通摕，也有物件通食，这感觉非常袂歹一种创举。对公所的大心服务，村长柯兴良是真支持，何时都非常欢喜。发这重阳礼金吼，因为咱阮本村有217个老人吼，感谢咱乡公所乡连乡长的吼，支持甲斗三工吼，每年都甲咱赞助50块，予咱发这个猪脚面线吼，不足的部分由小弟来贴啦吼，感谢公所吼，每年发这500块吼，真感谢。时代大家拢真欢喜，唔来当领着礼金，阁会当食着猪脚面线，互因过一个快乐的重阳节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和谢荣彩虹报道。